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点这个角色以后都有技能，他有个火焰斩的技能哎、欸，哇，火焰斩好帅哦、喔！哇，我们好强哦、喔，我们好强哦、喔，是九兽是不是？哇，长得有点可爱啊，吃鸡了吃鸡了，哇，这什么鬼？雷电哦、喔，是九兽用雷电，烧他！哇，好帅哦、喔，他好帅哇！烤焦了，烤焦了，我队友瞬间烤焦了。天哪、啊，不要啊，好强啊，没打到，糟糕。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进入到游戏试玩单元了。今天要玩的游戏呢，是在电脑平台上面呢，透过 Steam 购买后下载的游戏。这款游戏的名字呢，叫做《法尔斯篇联史：上古秘宝》，是一款地层探索类型，然后日式可爱风格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款游戏在玩什么样的内容吧。那我们就先进入新游戏。然后这角色的话是比较偏向，就是以前有手机版本啊，然后现在是在电脑平台上面有。好，终于开始了。这有一些开头的故事情节，主要就是出现一座上古遗迹，然后是大陆最古老的文明。好，这人物角色是比较偏 Q 版的。好，现在它有一个故事内容是必须我们要去这个古迹里面去找寻一些物品。好，这边跟那个 NPC 对话玩，像这种类型游戏可以玩很久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喜欢玩这种角色扮演的 RPG 游戏的话，好，开始了。控制键的话是 WASD， 就是电脑的控制按键，然后按空白键可以对话。哇，马上就有人加入了，对了。好，很好。贴身保护位吗？贴身护卫是女角，好，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话也是可以组队的，哇，这就攻击键，我现在拿这个应该是类似锤子类的东西吧，就是那种以前一些锤类的武器，然后现在中间这可以进去吗？哦，这是传送阵的，是否进入教学关卡？我看一下教学关卡是什么好了。而且他这游戏好像是每次去地层探索的时候，他的怪物跟一些类型是会随机生成的，就是关卡地图随机生成，还有陷阱和魔物啊，他的配置好像都不太一样。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在玩这游戏，所以想说来玩玩看。好，下面这个箭头是跟着我的指标走的，所以你们一看它在旋转嘛，因为我指标在滑到哪里，它就往哪里移动。移动滑鼠指标攻击方向。好，左键应该是普攻，这边使用摇杆。好，打死魔物好，哇，这魔物做得好可爱哦、喔，哎、欸，也不可爱啊，有点邪恶。好，现在我这样打他的话，我的箭头必须移到他的方向嘛。好，这也是需要点技巧啦，可以拿到金币。现在这次应该是测试模式，所以他的那个教学模式啊，所以怪物不会那么强，后面可能就要靠一些技巧性的。后面还有吗？大概有一正义之旗。哦，可以设定1234数字键。好，试一下。它下面就有那个招数，看一下啊、哦，右下角有我们的血量 ，HP NHP。然后现在的话呢，第一招，第一个好像是斧头吧，至少好像是红药水。左键是普通攻击，右键为一技能释放。哦，一技能释放，它会变成从左边往右边挥。普攻的话是右边往左边挥，好吗？试一下吧。哦，对，这是比较强的技能。像我普攻的话，要打两下嘛。对，要打两下，打三下。好，那我用技能的话呢，一下就 GG 了，就解决掉敌人了。像这种类型养成游戏啊，你玩到后面很有成就感，因为你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好，像你完成这个基础教学任务啊，现在要和护卫说话，他们是护卫。增加人力，体力。哦，现在哦，这两个是我的护卫啊。
那这主要是我的角色现在，好看一下哦，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多一点，所以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去熟悉。我也是要花点时间熟悉。好，总之这个祭司、一个法师跟我这个战士吧。好，当你点角色的时候呢，你右键可以取消，左键的话是选择你要选的角色。像这样，我就可以看这个角色他的武器是什么。像他拿短弓嘛，那他就是弓箭手。好，我看一下这只，这只拿的跟我一样是木锤，是不是？木锤二人组。好，可以看到他的体力跟魔法那些，嘿，就是他的基本的属性跟我是不一样的。好，武器伤害可以更换队员。哦，这队员是看起来像战士啊。不过我觉得远程应该蛮好用的，我先试试看远程这个角色好了。OK， 然后呢，我看一下可不可以点那个，好像好像还不能点技能，因为我还没升等嘛。好，我们现在一下先往下走，应该往下面吧。是往这里吗？哦，有有有，这有第一章、第二章，我看它总共几个章节，我、哦、目前只看到第二章，应该后面有章节吧。好，我先从第一章开始吧。森林周边，好，现在呢，这两只队友呢就会跟着我走啊。他的人物很可爱、欸，大概是两头身吧，两头到三头身的比例。等下，你为什么要走到我前面啊？那队长走前面，队长走前面，我是队长。哎呦呦呦，没打到。对，他的箭头你必须要哦，你可以直接算是点敌人，我看一下啊，点敌人那边攻击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今天是用比较强的技能，哇！那个法术也太强了吧！我忽然间要想要学法师哦，法师那个技能好用哎，远程的，像我常常玩游戏都会选那个远程的角色，因为近战可能都要一直被怪打，被怪殴，然后后面偷偷射敌人蛮爽。哎，这边可以直接过去哎，左边可能还有个地图，没关系，我先走走看好了。反正我没血的话呢，啊，过了第一关过了是不是？好，剩下两名货。马尾，我忽然间觉得有点像是一个主角，有很多不同的护卫可以去搭配，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哦，切换吗？好吧，弓箭手不好意思啊。哎，等一下，可以换到他。等一下啊。哦，只是跟他对话是可以。魔物结晶是什么？体力减伤。好，这个我现在目前没有魔力结晶，魔物结晶可以装备。好，总之跟他对话的话呢，我可以去调整我的队伍啊。好，这个人不能对话，这就是村庄吧，真下不去。主要呢就是到这个船点下面去接任务。第二关，一至二森林通道。好，出发吧，现在很想要打怪啊。看音乐其实还蛮好听的，哇！一起来啊，我一直挥空。很好，有三个角色可以哎殴那个敌人，还不错。两个拿锤子的，他的弓箭手射的超像那个法术的，就他其实是射弓箭，可是应该算是魔法箭吧。我刚刚是往右边走嘛，先往左边走看看。哇，有新的怪物出现了，这很像是哥布林哎，狂殴。哎，这个东西掉了是不是？哦，他死了，我的对方死掉了，怎么会这么突然？我没有心理准备，你就死掉了？我靠！露娜 GG 了，好吧？露娜怎么办呢？看一下哦，按 P 会怎样？哦，可以让他复活，按 P 可以让他复活。Sorry。主角，我没有注意到你的血量不足了，那歪挡歪挡，让我来。你竟然喝红水啊？你怎么不喝红水？你可以喝红水啊。好，总之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习惯一下。哇，弓箭手根本就不会死嘛，后面偷射就好了、啊，超好的，不错，这弓箭手我喜欢。我想换弓箭手，等一下是不是可以切换角色啊？等一下试一下怎么切换角色。然后现在露娜血有点少，所以我可能要走他前面，
可是他喜欢带头哎、欸，完全跟我黏滋滋啊，他跟我黏在一起。好，上面有三只，我要玩，我挡。乌娜，不要过去，你会死掉，你要死掉了，你不要，等下变墓碑了。这墓碑我觉得很好玩，这个设定很好，就是有些动作 RPG 它就会有一些墓碑设定，超可爱的。那他这好像打死魔物以后啊，魔物都会掉入一些宝石来提升我们角色的能力值啊。好，太好了，过关了。所以他全部的怪要杀光，不然你就会不能够过这个关卡，就是你地图中的每一个几只起的怪物必须全部杀光光。好，我们来找他一下，我身上可不可以换角色？好像可以更换队员，哦，可以。对嘛，是不是？哇，更换成弓箭手。好，刚才弓箭手，主角他后面还背一个那个、欸，很像卷轴东西，还是魔法？好，目前呢，哦，短剑，我、哦、那变短剑了、欸，太好了。好，我就用这个射手好了，射手感觉上比较适合我，玛雅。OK， 感觉上，哦，哇，可以，弓桥远哦，对嘛，对嘛，那就对啦。好，很好，我喜欢这角色。还可以偷打他们，那我测试一下。好，现在目前呢，哎、欸，所以可以购买东西，哦，可以买武器了。好吧，我没钱，这样可能要多打一些怪，你就可以赚一些钱了。刚刚这个有一个，好，看看他差别哪里，攻击45到55。哇，这个角色攻击力比较强哎、欸，武器伤害力比较强。好，我换他好了。我们要让每个角色都有发挥的时间机会，然后它真奇会显示说每一个关卡会出现什么样的怪物啊。好，这是一个不同职业去搭配啊。好，就交给你们吧。欸，可是我是弓箭手哦，我带路的话，好吧，我带路。啊，上面是不能走，可以走，可以走。来来来，我开，我先开战。哇，他追我欸，哇，糟糕，怎么会这样？不要追我！他在追我，哇！完了完了完了！结果因为我先开战，结果这怪物就跟着我。好吧，看来我是得用战士啊。好，很好，我一开战，全部的怪都跟着我了。这样子的话搭配，我应该还是得拿近战比较适合，不然我用弓箭手很快就被围殴死掉了。因为我这个角色他们应该是不会直接帮我去打敌人啊。别过来！哦，我被追了，打带跑战术。对，玩射击游戏就是要打带跑战术啊。好，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应该把所有怪物打光光才行。哦，真是死路。我画角色设定真的蛮可爱的，我还蛮喜欢这个弓箭手的造型的。他戴的很像是一个红色的帽子吧，然后帽子像一个耳朵。他这个控制其实还蛮好控制，就是我在动 WASD 的时候啊，我的箭头是可以去换视角，就是攻击位置的，然后像我可以一边打带跑，打不到我的，好，一人解决一只。哦呦，我刚才他攻击我，哇，他们身上有好多钱哦。就我血最少，没关系，我红水可以喝。哇哇哇哇，他有法师系的，法师还是弓箭啊？我被包围啦！是我被包围了，你过来。好，很好。哇哦，火球速哎、欸！还有敌人吗？那后面应该有魔王类的魔物吧？好，过关了。欸，他正好第二层欸，已经变困难了。刚刚是只有一层而已，现在变成要打两层。然后右边其实有写击杀敌人要总共有18个敌人嘛，我看是不是。对，总共有18个敌人，就是每一个地图开始的时候右边都会显示有多少敌人。然后其实左键按住的话呢就可以连续攻击了。我刚刚点的那么辛苦，好，很好。总之，你就是滑鼠左键按住啊，它就会一直连发了，连发键。
好，这要三只。哇哇哇！火球术。哇，他攻击好强哦！我等一下换那只女角，那女角攻击真很强、欸、哇，快死掉了！糟糕，你要变墓碑了！退后退后，你到后面去，你想变墓碑哦？啊，他变墓碑了，我就说他变墓碑了。哇，别过来，我要变墓碑了！快砍他，快砍他！现在最强就是女战士了。好，远程的是不是？我也可以远距射死他，这比较麻烦啊！完了完了，全员阵亡，剩我一个啊！可以啦，因为我技术一个也是可以的啦，我要帮你们报仇的，让这个末日 survival 专家为大家破关一下。又一个队友 GG 了。哎、欸，我过啦，18/18嘛，对不对？好吧，嗯，这墓碑我也砍不回去了。过关的话，本就自动会复活吧？我想看是不是，还是说要帮复活之类的？好，过关。哎、欸，可以复活嘞！下面有时间，他们刚刚下面有出现那个可以复活，按 P 就可以复活了。啊，我要换一个角色了。我发现呢，这个角色比较强，所以我要换这个，攻击力比较强。好，然后这个算祭司，所以他应该是有点补血吧。可是我看看一下我什么装备，木锤。好，我现在这个武器算还蛮强的啊。好吧，那就这武器吧。只是哦，他是拿双手剑啊，所以走路比较慢一点。我可以卖一些东西吧，卖一些比较的装备。欸，他现在已经换那个吗？弓箭吗？等我看一下，我先看一下我另外的弓箭的角色，他有没有换成弓箭？哦，可以可以可以，换这把，我帮他换一把比较强的，应该是刚刚拿到的。好，你再来解一下。第一支士官吧，好，他现在有个剧情是想到精灵的部分，哇，好，这个攻击应该是蛮强的吧，很好，这样子应该是可以，我来试一下吧。哦，哇，这样先砍旁边的。先躺旁边的，他这种都是会偷打我们。先躲开，还可以躲开他的那个攻击。哇，攻击蛮痛的哎，这样我很快就 GG 了。哇哇哇哇哇！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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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强哦，这个好强哦。这个在天空飞好强哦，超凶的，糟糕。好，我等一下洪水有 CD 值，现在不能马上喝。我等一下必须闪过这个土火球的攻击啊，不然是非常危险的。然后观察一下那个攻击模式，只是我那次近战快死掉了。啊、等一下，哇，他土好快哦。土超快的，哇，超痛的、啊！来，我要 GG 了，快跑！我队友 GG 了，哇，这攻击速很快、欸，哇，真的靠弓箭手，想要多拿一些钱。好，他等一下应该复活，哎、欸，按 OK 让他复活、欸，哎，好，让他复活，让他复活。哇，强啊，弓箭手你超强的啦！好，我来诱敌，我来诱敌，我就转圈圈，大绝招，拿铁诱敌术。哎呦，没砍到他，我就这样诱敌，不要让他打到我的队友就好了。我最多带人砍他两刀，赶快闪，不然会被他打到。好，这双手剑的，我觉得攻击算还不错，蛮强的。还可以吃补血，完全靠那只弓箭手，过关了。好，我们现在来买一下装备吧。
而且有第二层，好吧，要打完第二层才回家。哇，这边的怪越来越强了，才一只四是不是？好，让他们追我好了，我让他们追我，我当诱敌战术的，都来追我，都来追我，哦呦，超会闪的好不好？大绝招一躲，哎呀，哎呦，哎呦，啊，死掉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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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凶凶凶凶凶！快点，弓箭手靠你了！我杀敌人，你赶快打，你赶快打！哇，好可怕的，好刺激，好刺激哦！怎么多啊？好多、哦！等一下，弓箭手快点射他们！弓箭手加油，靠你了！你是我全队的希望。我等一下我决定，我要选那个比较攻击没有那么强的，然后我还引怪让他们打，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诱敌战术啊。这是攻略组的策略。哇，好痛哦、啊，那打超痛的、欸。完了，弓箭手快死掉了，不要啊！我先把这个打死。哇哇哇哇！等一下，我还没打伤我就要死了。哇哇哇！连中两招。这攻击，这个蘑菇打很痛哎、欸。好，可以，可以用缝隙打法。哇，完蛋了，完蛋，完蛋，完蛋！我在呼吸了，我快停止呼吸了。完了，弓箭手，你可不可以？你在射谁？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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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他死了。哇，全队 GG， 剩我一个了。我到底能不能成功的通关呢？好，可以帮忙复活一只，太好了，弓箭手复活了，有弓箭手就够了啦。我躲，砍他，砍他，砍他，他偷瞄我队友。哇，太强，太强！好，剩下我跟弓箭手了，不过应该是可以啦。我等下等吸力值满，我先回一次血。还有十个敌人哎，哇！等一下，我那弓箭手偷打好了，他会偷秒，我把敌人引过来。哇哇哇，好凶哦！太痛了啦！不行，这样弓箭手会死掉。我去拉敌人，我去拉敌人。过来抓我啊！哇哈哈，这要 GG 了，这要 GG 了。哇，怪物好多哦！弓箭手加油啊！你不能死啊！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啊！完了，他是死掉了，还没死！快快快快快，射死他们！啊，完了，他要死了，他要死了，他要死了！哇，完蛋了，完蛋了！要怎么打？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看我可以追多远好了。好，到这里来，砍他一刀。果然我知道了，因为我这大剑它攻击速度比较慢，所以砍完它我就被打到啊。不过还有个方法，就是我还有补血，所以呢，我只要等 CD 值。还有个方法，我让它先攻击，好，我再砍它，是不是抓到新招了？它攻击速度比较慢啊，等一下，哇哟，失手，啊，可我攻击范围不够远。好，现在脚上攻击，哇，还是很痛哎、欸。你手那么短还打到我，怎么会这种事？好，但能不能过关呢？还剩一个敌人而已啦，可以啦。欸，可以帮一个队友恢复活，太好了，弓箭手不活了，我是有队友的、啊。哇，超级无敌痛啊！哇，等一下我要死了，快跑快跑，攻击太痛了，臭蘑菇，你个臭蘑菇！等一下我要等补血。哇！我再打一下我就死定了。好好好，血来来来，剩一个吧，剩一个火焰兵，超痛的啊！这个很需要技巧哎、欸，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哎。哦，我刚按错键，我刚没有帮他砍。过关了，过关了！哇，难易度好高哦，不错哦，很有挑战的感觉。好，终于过关了，我们露娜 game over， 还有第三层。完蛋了，还有第三层哎、欸，太不妙了！我觉得这关很难打，这关很难打。哇，这个如果你们今天觉得自己手感很好的玩家，你可以来挑战一下。
为我现在还没有买装备啊，其实我应该先准备买装备了。完了，他要被打了。但敌人打得好痛哦，我等一下这样好好的去整装待发一下。快点帮他打，甚至过来打他的时候赶紧打他。哇，很好！哇哇哇哇哇！等一下哦，拿到宝石了，拿到宝石了。我先准备回血，先看一下那个。哇，还有那么多敌人哦！先把敌人拉下来下面。啊，路飞了！刚刚都要超强手感啊！找火球怪，土太慢了啊！我觉得蘑菇怪比较强一点。啊！我的队友死掉了，我在这被追逐了，糟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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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哦，回答，好，先死一只，还没，还没死。这个蘑菇啊，今天晚上要是喝蘑菇汤了，蘑菇浓汤，可是喝的也是毒蘑菇吧？还有他们手很短，可是我这个角色的手也没有多长。啊，好痛啊！他不动了。哦，有一只不动了。啊，还是下面吧，去找他。我先吃补血。可以啊，剩一些点，一剩一点点怪了。这个手短腰，手短。好，太好，剩八只了。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战胜吧。好，太好了，一个人也是可以的、啊。我拿宝石了，魔力结晶太好了。那血槽哦，再打两只就可以了。这下面怎么真的有三只怪啊？可是不会死的啦。OK， 解决掉，就拿到力量结晶了，不错。这个应该可以增加角色的属性吧？哇，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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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先打这个蘑菇好了。两只一起打我会有点吃亏。那我试一下，是打完那一只我就可以算过关。那我先打火球这只好了。因为蘑菇这只要不要被他追到就好。哇，他土变好快！这蘑菇，他很快、欸。好，升一级。哇，这样应该算过关了吧？我已经打20只哎，不要追我！好，可以回血，回血。哇，可恶！好，我有血，我有血。好，我先不要理他，我试一下这样可不可以直接过关。啊，真实路。好，这是我养的宠物啊，跟着我，跟着我。上面应该可以过吧？正常来讲，应该是他写击杀20只，应该击杀20只我就可以过关了。对，可以不用打他。好，不过呢，我还是要给他试，他卡住了，我要帮我队友报仇。再比手短的。哇！可是他的空档还是会打到我，我想说他手那么短应该打不到我，结果空气拳呢，果然也是个空气拳传的。好，过关，终于在一个角色全部死光光的状况下，我很克难过关了。要我拿到装备吗？没有，没有拿到装备，怎么可怜？哦，这个小圆盾可是我不能装，魔物结晶。奇怪，我刚刚拿到魔物结晶吧？太奇怪了。冒险边章，好，编队管理，商店，这有这个商店可以看。哇，我1000多块钱哎、欸，太好了。好，我要买一个强一点的武器。巨弓33到45，魔导师的那个杖哎、欸。魔导师的章应该可以给某个装吧，我先买一下好了。然后我觉得护甲蛮重要的，盾跑先看一下护甲。我不知道他的装备是一个每个人啊，先存进度哦，还好要记得存档啊。OK， 我先来装备一下护甲。然后这一只。好，我看一下技能，
技能部分呢，哦，我这边有可以装技能啊，太好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点这个角色以后都有技能，我刚刚应该是没有选到、啊，他有个火焰斩的技能欸，太好了。然后我帮补充药水，那这个呢，他有什么技能？他没有技能，露娜你好吧，他现在目前没有技能。哦，这个有啦，这个都要帮我装备技能啊，在上面。我刚刚其实应该是忘记帮我装技能，这边角色的这边选择以后，这个地方叉叉点上去右上角可以选择他的技能。哇、哦，要补血技啊，太好了！哇，他可以装两招招式哎、欸！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原来在这里啊。好，我看一下我有治愈术哎，我可以装好多技能哦，太开心了啦！好，我这只有治愈术，看起来一个人好像有两招技能，是不是？果然有冰球。好，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换了这个角色以后，你要记得写他的技能。那我去看一下原本那个算是主角吧，他的那个技能是什么？我看一下是不是很强的技能。我先更换一下，这样能看到他的技能是什么。你的技能是什么？正义之极，嘲讽，嘲讽是骂敌人吗？这个臭敌人没过来。好，我们等一下再用这个主角好了，因为他算一开始的角色啊。我先用这三只，那我们再打一场。好，感觉上有比较厉害咯。第五关了，哇，第五关感觉很难耶，有狮鹫兽，好刺激哦。狮鹫兽是怎样？好，来来来，专心玩一下。好，这个是要拿钥匙啊，九只钥匙。哇，火焰斩好帅哦。哇，我们好强哦，我们好强哦。这才对嘛，刚刚被欺负怎样？你完蛋了，你们完蛋了。火焰斩，哇，还有角色帮补血，太好了。哇，好凶哦，我们好凶哦。哎呦，等我一下注一下补血，这敌人攻击也很强哎，不能轻忽。火焰斩啊，招你屁屁啊。哇，好强好强好强，我喜欢我喜欢。突然觉得我们角色全部火起来了，来那边好好报仇一下，给你看什么叫火焰斩传人啊！好，先躲弓箭，哦，被打到了，啊，在后面偷射啊！火焰斩，哦，拿到盾牌了，我发现觉得这游戏捡到武器感觉好开心哦，因为你后面就可以去给你的角色装装备，我就自己来一个诱敌，然后让后面的。那我后面的队友帮忙射，那后面队友攻击好帅哦！你看到火烧 BBQ， 哎呦，快死掉了！那大家帮我补血啊！我先躲一下后面。哦，我超会闪的。好，我们现在继续吧。队友又不小心狙狙了。哎呦，哎呦，那躲过了。哇，完了，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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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哇哇，死掉！我第一次死掉，好，死掉算过关吧。好，现在这边呢可以装魔物结晶，然后先选择角色，在这边就可以选择说，因为我拿到一个最大魔力的结晶，它这个增加，我就可以装它。好，装备，力量的也有拿到。哇，看来这个结晶蛮重要的，智慧。哇，可以装两颗哎，防御结晶。好，我另外给这个装好了。像它这个除了装备以外，还有技能，再来就是你要装备结晶。结晶可以增加一些附属的属性。好，我们再挑战一次吧。这边的话呢，我还是一样先开战，然后让我旁边的角色去辅助。所以如果你今天玩这游戏卡关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先把你的装备升起来，然后看有什么可以加的就加上去。过了吗？过关了吗？是鸠兽是不是？哇，长得有点可爱啊！吃鸡了，吃鸡了！哇，音乐改了耶，狂风狮鸠兽哎！我先看一下它会不会很强。哇，这什么鬼？雷电哦！狮鸠兽用雷电，烧它！哇，好帅哦！它好帅哇，超强！
烤焦了，我队友瞬间烤焦了。糟了，我们要帮他复活，现在不按复活键。哇，我可以吗？我可以吗？这只有这很强哎、欸！哇，我只想烧他一下而已。完蛋，完蛋，完蛋！哇，这只有都强哦。我先算一下他的攻击力，很快哎、欸！哇，这怎么靠近啊？我知道怎么靠近他。天哪、啊！不要啊！好强啊！没打到，糟糕！哇！我要跟他耗了，我要跟他耗了。中啦！哇！这要打半小时了吧？不会，我一定要打死他！哇！放回技！我被雷电追着跑。他不会撞人，他就是用法术的。哇，血好多、哦！趁现在烧他。哦，没打到我。还有1400多的血。只要躲开他那个雷电阵的话，应该是可以打赢他的、啊。哦，他都会回血啊！不准给我回血哦！不准给我回血！不准给我回血！双雷暴啊！可以去殴他了！哇哇哇哇！范围变好大！真的是魔王欸，好多、哦、好多、哦、这人品不好跟躲不开嘛。等一下我先回个血好了，好多、哦、我怕等一下忽然用这个大绝招我就死定了。哎呀，队友死太快，死了，死掉了，队友死太快了啦，我天哪。好，最后呢我们死在施救兽的手下，大家打到第五章节啊。然后这游戏的话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今天玩这游戏，你刚开始要记得就是先选择你要玩的角色，再来呢每次出去的时候呢，你要记得装备每个角色的装备啊、武器、护甲那些你都要装。再来技能的部分，你要记得去选一些技能，不然他们有技能可以用的话，他是自己不会去选择技能出来的，就你要先帮他装好一些技能，让他去使用。再来呢还有魔物解晶，魔物解晶的部分呢，你就点选你想要增加的宝石的部分，你打怪会掉，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装你想要的宝石，去增加你的能力值，角色能力。更换队友的部分，你就可以换一些你比较想要使用的角色啊。目前是四个角色可以使用。在这个关卡，它每次进去的地图啊，都会有一些变化，不会跟你每次打一样啊。然后它这游戏的部分，如果你的角色死掉的话，我刚好研究一下，就是你必须要身上有金币才能让角色在地图中复活。那如果你快打输的话，你记得就跳回来啊。然后再来就是这边的话，你要记得随时去存你的进度啊。如果你今天忘了存档的话呢，会悲剧哦。你今天可能玩了很久，因为我刚刚其实有点忘记存档了。所以如果你今天忘记存档，你会发现你今天退出游戏以后，你的那个进度会在比较前面一点，就是你没有存档的进度。然后我觉得蛮有挑战性的。那如果想要玩看的话呢，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面可以直接就是购买后下载来玩。然后我会留在我的影片下方留下连结，大家可以自己如果想要玩的话呢，你就可以到我的连结上面去看这个游戏在哪里下载。好。最后呢，如果大家喜欢我游戏影片的话，记得帮我喜欢。我后面我会持续介绍很多游戏的试玩跟情报跟攻略。也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个游戏影片见喽，拜拜。